呢一只大黄蜂啊，有住令人爱不释手嘅尺寸同埋精细嘅设计设定，仲有好高嘅可动性。接下落嚟，请细味有如 M P 级嘅变形啦。注意翻个膝夹要卡入去腰部个位置啊！作为一个 MP 的设计加上这个 size 比较零碎，实在是无可避免。当中的一些取舍部分，例如小不免会外露了的部件和车尾造型，这些都是可以接受范围之内的问题的。一个这么迷你的设计可以玩出 MP 的感受。当正常 MP 都未能够发挥得完美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可以奢望这么迷你还可以做成什么。我哋享受咧就系一个咁嘅口袋尺寸，但有住惊人嘅变形结构发挥啊！喺咁苛刻嘅条件之下咧，机械人嘅表现咧亦都系都非常出色嘅。同汽车模式一样啦，有啲嘢都始终系要舍弃啊，原因就同样啦，呢度我就唔重复。咁亦都睇得出厂方咧喺最低嘅伤害底下咧做咗最大嘅输出发挥啊，尽力完善翻件事。
而且仲有住超强嘅可动性添，仲有好多配件。啊，系啦，我呢个只系 sample 嚟嘅啫，得个主体，不过手感咧已经一流啦。嗱，俾大家睇下啲配件先。以上就是嚟自 RoboToys 的迷你版电影《大黄蜂》，喜欢精细小品的玩家就不要错过了。今集的内容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谢你的收睇。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啦，赞好、留言和分享，每个订阅数都是对我好有力的支持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